然后出来以后啊，或许很记得，就是哦，因为或许的户口哦，就是在大姑的跟大姑在一起啊，还要迁到哦哦那个或许妹妹的佛堂哦，因为或许就回来的时候啊，就住到或许的妹妹的佛堂哦，桃园龟山。一想到桃园龟山哦，那个我妹妹哦跟人家介绍。啊，恁哥哥咧，阮哥哥吼，即马住伫桃园园，孤伫个山诶啦。那我一想，对哦，我住的就是桃园啦、啊，又是龟山，哎、欸，住伫桃园园，孤伫个山诶。然后就是要把户口迁到哦，我妹妹那个佛堂。然后哦，在北屯呐、啊，哦那个区公所，竟然那个四线道的马路啊，我走不过去，怕不过，你看那个身体有多虚、啊。然后就等去走到那个红绿灯哦，那个哦那个路口去等，一个红绿灯哦，大概它最少都有六十秒，我六十秒才可以走过两个车道。到那个中间安全岛，然后在那个中间安全岛再等，等下一个绿红绿灯，等绿灯的时候再走过去，又两个车道，这样是不是很差？哦，身体状况很差了，哎，那都把哦户口都迁到哦回去那个妹妹的哦佛堂了，已经迁回来，那身体真的是哦这个。有道亲来或是妹妹去上班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住了。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住一个佛堂、哦、因为所有他们那一些坛主、啊、都嫁人的、哦、都是、哦、合伙在一起、哦、集中然后开设啊，都嫁了啊，都已经都、哦、出去了啊，从妹妹在住啊，跟我两个，然后有道亲来了、哦、就我连要起来给他们开门、哦、都拖命，所以这样给道亲的那个观感好不好？哦，你修都那修干呢，很不好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没办法，他或许也是、哦、心灰意冷，他想说老天讲一个人办一段，大概我这一段已经办完了。我还说不想哦，不想治疗，所以那个时候都没吃药。